不会。拿到塑形衣后，将塑形衣横向拉着数字，将塑形衣的腰部以上堆在手心，将双脚套入塑形衣，双腿分开与肩部同宽，由下至上提，并伴随身体左右两侧轻摆辅助提拉，提至腰部，一手提拉裆部开口处，同时另一手提拉大腿外侧，确认腿部穿着到位，脚口平整服帖，调整腰部与臀部，确认臀后中间线位置正确，臀部完全包覆，将脂肪向臀部拨拢，左右同理，拉起塑形衣上身部分，将肩套入两边手臂，确认胸部下胸围处穿着到位，依个人舒适度调整肩部，上身微微前倾，从后背向前归拢背部与副乳脂肪至胸部，左右同理，完毕。